哎，我师傅说准备什么了啊？问问，这回我不说会唱人传了，那不能会报菜名，这是相声本门啊！来吧，说展示啊！曾阳高、曾永长、曾绿尔、骚花呀、骚头鸡、骚子哥呀、卤煮卤啊、酱鸡腊肉、大肘子，嘎嘎香啊！这说相声都您这样啊？啊，我师傅特别开心啊！淘汰，你看看，多直接！为什么呀？啊，薛元宇老师在旁边又说什么了？德刚啊，听在这孩子这嘴里。不利索，一嘴东北话，你这有口音，就这咱不能收啊，可不，我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了。怎么呢？我说谦儿，哟，谦儿有点不尊敬了，你最好好好跟我说话知道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怎么那么横，你要不让我录取，我就把昨天你在女厕所穿旗袍那事我说出来。有他呀？对呀、啊、他你哎，郭老师你别以为玉谦是好人，他不是好人，他穿着旗袍说呀，胡说八道！哎呀，没有，胡说吧，那是旗袍吗？那啊，大褂，大褂还有花儿？废话，大褂这开气儿大点，就是，开气儿到嘎吱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永远穿大褂，没穿过旗袍。你见过穿旗袍吗？嗯，您说没有就没有，别瞎说八道啊！哎，好，那个厕所在那边，你去。啊，你跟我似的，学习学习，看看书，这出去才能玩。就是你们这种傻子才滋养了这种黑导游，太傻了。行行行，对，是哥，我应该都向您学。对呀，确实是，你有这个时间骑个摩托走仨月，骑摩托能骑到意大利去。那都去了。我不行啊。你怎么不行啊？我得每天在小剧场演出啊，因为我有搭档啊。我也像您似的，每天我在家里查攻略，我不行啊，我得天天在家里查相声资料，因为我得跟我搭档写节目，因为我有搭档啊。我也想像您似的啊，两个人的钱一个人就挣了，自己是自己又说单口，对不对？我不行，因为我有搭档啊。哎，不是你，咱说你提这干嘛呀？我凭什么不能提？我这不能说你两句了是？你不就是想说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也想说你哎，去说相声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说相声吗？因为你搭档不要你啦。谁说我不要他了？看，真的啊？我是没想到，这个，你往那边站着。离开德云社的舞台没多长时间，现在这个年轻演员已经狂成这样。就你看看大林啊，老秦，你不能撒什么娇啊你啊！你看我这说话呢，这该点，你注意一下我啊。那挺好，挺年轻，现在那个发展潜力巨大的，你怎么现在这么狂啊？飘了你啊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低调，天天净琢磨蹦迪蹦迪蹦迪，那蹦迪能提高那个演出水平吗？再者说了。你得尊重师哥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尊重父母，你一上来说你妈就出门怎么怎么玩，这点糗事全爆出来了。那我爸那点糗事，我平时我说吗？我说我也不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说这意思，那师哥贺子科的师哥，你是肖子科的师弟，1981年9月14号生人，今年都马上40了。你急这干嘛呀？你这，你替我说话就完了。是替你说话呀。对，挺大人也没搞对，你注照顾他内心，你懂不懂啊？对不对？你跟这儿，你要说他没搭档，我就不爱听。那老严是想没有搭档吗？不是，我也知道是因为最近我工作比较忙。再者说了，我哥出去玩那完全是他自己的爱好，我让他出去玩，对不？这不回来说相声了吗？行，你呀、啊，你也别站这边，你往这边站着，你往这边站着。我呀，今天跟老严说一段。好吧，你看少班主的威严，你让这青年演员你好好学习学习，那学着那相声应该怎么说啊？行，在这学着啊。嗯，哥，哎，这么跟你说，你辛苦了，是辛苦了，好长时间咱俩，那我容易吗？我这你是不容易，好长时间咱俩也没见面了，就是是吧？打4月份封箱演出之后到现在又4个月了，是，那你能回来我更高兴啊！我当然愿意回来了，我这之前出去又做综艺又拍戏呀，嗯，现在那些事儿都干完了。都弄完了，哎，都弄完了，回舞台了。对了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今天啊，在座的各位有一位算一位，见证啊，嗯，打今儿起，郭麒麟、阎鹤祥正式回归相声舞台，别的我再也不参加了。哎，
个，这剪进去不许把这个剪了啊，你就得留着还得，知道吗？这是为什么剪这么一个发型吗？啊，这是削发明志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就拿这表达这决心。那可不，啊，这不我之前上次留这个发型，咱俩一块说相声还2014年嗯，这都7年过去了，太棒了，以后踏踏实实的，对，咱说相声。他完了，他好好的。啊，你想，你也别说，人家年轻人还有这个提高的空间，哦，还能改呢。对对对，好吧，咱哥俩好好的。行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在德云社我就行了，我热烈拥抱，热烈拥抱。哎呀，热烈拥抱。行，好了，行。好好说相声了，但有什么说什么。嗯，这个我们哥俩说在感情啊，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下降，是，对吧？嗯，趋于冰点了。哎呦，你知道因为什么呢？老不见面。是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特别好啊，旅游。对，哎，一个很好的这个旅游活动啊，能迅速拉近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，就入活了。你听听这，我比张九南入活可快，哎，你知道吧？那圆润的，哎，这一个好的旅行，两个人关系马上就好。嗯，啊，你比如说之前我做一节目啊，就是跟一哥哥，我们俩出去，嗯，各国家这儿也玩那也玩，嗯，节目录完了，我们俩感情也处起来了。好，我觉得咱们哥俩现在就差一这，是是吗？哎，最近哦，腾讯视频的领导。嗯，又说了啊，找我说要做这么一个旅游的综艺，哎，这类正时髦啊，哎，看一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嗯，你说这一趟一出去，咱别的不说啊，增进感情，是，我觉得你去特别合适。哟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带着你啊，咱一块儿去。好，而且这个节目体量非常大 ，S 加级的综艺啊。哎呦呦，你知道我给算都有谁啊？啊，有谁？领导都给我打保票了，嗯，说有我。哎呦，完了，还有这个秦霄贤。嗯，哎，对了，老秦，这节目领导跟我说了，也让你去。啊，还有我呢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有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咱下次咱好好聊聊。行行行，可不可以？咱现在就去消消吧，也不用说相声，都有综艺上，还说什么相声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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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帮你。其实老秦相声说挺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我说相声呢？我就为什么非得写相声啊？嗯，还有别的工作呢？您有什么别？还有别的身份呢？您还有别的身份？您干什么的呀？我是个健儿。哦。啊？您是什么？健儿啊，运动健儿。运动健儿，不，您是搞体育的？对了。哦，搞体育的呀，这看是看不出来呀，这个打小我就搞体育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我来德云社了，全让德云社给我耽误了。对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要不然我早拿冠军了，金牌有我的，知道吗？不是德云社耽误你什么了？完全耽误我了运动基因，包括郭老师，我来德云社说相声，完全就是他给我骗来的。不是，你嘴里有话筒是怎么着？你嘴里头？嘴里我叫我有话筒像吗？郭老，没有，郭老没有没有，不会来的，不会来的。郭德纲郭老师，你说明白谁耽误你了？谁耽误你？就是贪。什么？就是贪耽误的我。谁把你贪了？这是郭德纲。行了，您怎么含糊也没用。他骗我什么吗？啊，我那会儿我要考体校，他跟我说你来说相声吧。哦，我说我爱体育，他说我会打篮球。对，我就来了。您都愣信了是吧？信了。不是，这不赖他骗您，这赖您缺心眼儿。这个确实他打得不错，他那个他投篮不行，你别他个儿小啊，他运球好啊，他那个组织后卫啊，这是稳。你琢磨台上那个演员。别运球了，哎哎，行行，孟湘辉，哪儿去了？对，你这个胆儿太大了啊！你这什么都敢瞎说，不是您不、啊、您不好带球过人吗？我说的，你这台上就这么说师傅啊？未曾学艺先学礼，礼多人不怪，不懂得尊重老师。老话说得好，没说他记得那个发可以乱吃，好，双敲托呀！啊，是这么说的啊？跟包的，跟包的，跟包的，敲托的，敲托的啊！不是老话不是说得好吗？老话说什么了？他
台上无大小嘛，台下立规矩嘛。你得好好的吧，啊，嗯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你也得换上那个衣裳坐底下啊。是，嗯，运动员这都是。哎，嗯，当然了，这个篮球我是很喜欢的。对。